喝茶是一个纾解身心的一个最好的方法，这样啊，茶又跟自然那么接近，我们这边的老的碗啊、器物啊，它随时给我们揭示一种自然跟一种很好的人文、很朴质的人文的精神，然后这边人就可以舒缓自己，好像又找回人性，回到老家一样。孕育着自在随意的氛围，紫藤庐以茶为引，汇聚出艺术文化的能量，成为许多文化人记忆中一个温暖的家，一个都市里文化展演的桃花源。这画展放出一个很强烈的讯息，我们需要沉淀，需要修养，让我们找到一个我们最长久来拥有的一个真正的朴质的好的价值，这样。我们还是一个东方的古老的美学，一切东西是半隐半显，可是我们绝对不是一个现代艺术，好像打个灯光强调它多伟大，所以来了这里人坐在这边，你要看它，它给你看，你不看它也无所谓，每样东西都是这样。生活及艺术，在紫藤庐重新定义一个崭新的自己，悠然自得，我们和紫藤庐一同诠释生命。